你看这酒多大，你看这酒多大，199。Thank you。把这个打开，宝宝，把这个盒子打开，里面有酱酱，也可以蘸虾虾，也可以蘸。打开了吗？怎么了？吃啊，好吃。嗯，看见了，好吃吗？这是酱酱，蘸的。里面是茶叶，知道吗？然后你用这个小漏勺把这个茶叶搂住，里面的茶就出来了，看到没？出来以后，哇，柠檬的味道好多。出来以后，你把这个放在这，它就不会忙卡到桌子上。然后你把它放在这，一会儿牛奶来了，你就加点牛奶在里面。假的，你看这个也是放蜡烛的，蜡烛就会闪闪。怎么了？哦，这大是不是？那上面还有个房子的呢。对，我这是放蜡烛。但应该是蜡烛，点了就没有了，妈妈可舍不得。这应该是个蜡烛吧，不觉得是装饰吧。Are you happy? You happy?
哇塞，你这儿子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啦啦啦啦！哦，我还记得这个呢。16枚，短的。它有多少个像台阶一样的尖尖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2、13、14。这个翻过去，翻过去。啊，走，去吧。走吧，我觉得线性公园还没什么意思，好像就是一个广场而已。然后我们刚刚去管风琴教堂对面有一个墓地嘛，然后因为是墓地，我不太方便拍照，也不太方便录像。但是去的时候就觉得那儿环境特别好，然后特别 peace。而且有一个区是小朋友的坟墓，就是可能只有3、4岁啊，就反正小朋友的，每一个坟墓都布置得非常非常的好看，非常非常的童趣，然后都有鲜花、玩具，
很伤心哎，就是看电视差点看哭了。你不用看我，你自己。有点感触吧，反正就是觉得好像他们对死，就也有人在里面散步啊、吃东西啊、做运动啊，就他们对这个东西还蛮接受蛮高，然后是一个好像对他们来说可能都上天堂了吧。涂鸦，哦，这也可以玩滑板的，中间它有一个这个。不是卖 ice cream， 所以可能我们在这吃的也少。那还有一个，觉得胖多那么难点。对，就是那个躺那儿晒太阳的呀。扔泡泡，还有泡泡，岩石。头发在窗下，然后我们出来了。有哪个小朋友这么早就在吃冰糕呀？看吧，你早上一大早就吃冰糕。之前也吃过一大早，头也没。取消了吧。